সলবলা他这个小路牌啊 没有固房，没有固房，用印缝机炒炒入都是一层一层。没有固房吗？这固房没用。都没有，这些都这些用印缝机。啊，拉入手多了，说他不可能，应该是长料要人工长料，要是那么要替代，那是更合适。
得是二十五个斤。但它正常的压力这是十三公斤吧？它平常用五公斤一下，五公斤。一点二五了吧？炉子太壮了，都睡在人家啊，睡在人家前面装，把我大盖儿的弄进来。他还是拿不动了。这个锅炉就是它这个水，你看这个水，它是水锅吃盐。灭菌以后加的是浓灰，它不用上农场还是这个样子。灭菌以后，它本身灭菌以后，这就是浓灰，纯灰。直接来到这儿，通过泵直接到大井里头。你摸摸，你摸摸，这是二十多斤。因为六十到七十啊，有一点点的，
过来看一下，是在哪儿呢？啊，在郑州。啊，懂了。这啊，这不正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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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
这如果租应该比较快。